想毁掉一个孩子，你就这样做，多纠正他。橘子不是橙色的吗？怎么是蓝色的呢？不是，是这个。多否定他。你同学都会算乘法了，你又把邻居小孩弄哭了。多吓唬他。我不是你妈，我不要你了，再哭让坏人把你抓走。吼他，骂他，打他。写不写作业？不写我滚出去。贬低他，挑剔他。你怎么这么蠢呢？路都走不好，你还能干嘛呀？无视他的需求，忽视他的努力。我害怕，我不敢自己睡。快去睡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哎，爸爸，你看，去找你妈去。不幸的童年需要一生去治愈。